张雅婷中枪到底是生是死？什么中中？你不要乱动。旧爱最美，谢宜萱会为刘允文如何付出？你怎么那么傻？宜萱，宜萱！组织大乱，谁将取得掌控权？劝你乖乖的跟我配合，把东西交出去。本周五晚上10:15，最意外的惊爆发展，请看《廉政英雄之永远不回头》。